just need to know I love you. All alone in an ocean, feel my soul, your devotion. Darling, you're the only one that takes my breath away. 这里的建筑看着好帅啊，罗马殿堂级咖啡厅，也很好看。哇，今天太阳好大，好多好多人。 人脸跟随的跟不到我，吃的这一家，挺口的，好可爱。Thank you. 刚吃完感冒药，牛肉。天真的好美。 哇，这是什么建筑啊？好好看啊，这么多人吗？就看一下这个。哇，罗马斗兽场要排队，不进去。今天要离开啦，给酒店一个大特写，我们的酒店很猛哟。7:20，哇，好舒服啊，现在。 你不会觉得走在这种街头很孤独吗？一下映入眼帘，7点多已经这么多人了。我们来到天空之城了，1、2、3，你好，这么远，天哪，漫漫长征，真的有点难为我了，像大配糖果。 八哥，一坨绿油油，哇，我很喜欢佛罗伦萨哎，天空是真美的风。哇，这城市我真的太喜欢了，天哪，好酷啊！ 大屁股，随便取一幕景就好艺术，有一种很神圣的感觉。窗外就是一幅画啊，朋友们好美啊！ 哇，太喜欢这种艺术氛围感了。晚上这里是长这样的，这地方爱了爱了。觉得这里高级就高级，但没有人跳广场舞，让你想想都画面。这栋 Gucci 好看，今天吃这家。这个城市真的太浪漫了，受不了一点。我的意面。 牛排，嗨，我的影子，它喷水了。这里楼上区域快关了，酒店主管还特意为我们开门，让我们上来看一眼夜景，好棒啊！这里是可以休息的地方。哇，这里的人文也太好了吧，好热情啊！哇，好浪漫，但是今天人好少。 还有望远镜啊！天哪，试一下，芝麻黑的看不到，才发现要投币的。The next day。啊，太帅了！哇，好美啊，拍不到更大了。什么弓？霹雳弓还是霹雳弓？霹雳弓。哦，皮提弓啊，好多鸽子啊！哦。 这里是金桥，大家都是来买金子的。哇，转过来这条路又变成这样了啊！太喜欢这个地方了，太有艺术氛围感了。我每一个街道都有很不一样的感觉。直接说这家是很有名的三明治，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排队。看一下，凑个热闹。
哇，这火腿吗？这么大个。咖啡提拉米苏，然后我点了一个巧克力，开心。就来，我们来吃这个咖啡的，结果人家关了。假装一下，因为在画画哦。你看这么漂亮的建筑，然后这里还卖地摊的，然后这里也有摆地摊的。哇，这天空真是没画家。再看城市里的旋转木马，但是这个晚上会比较漂亮一点。圣母百花大教堂，哇，这真的，哇，怎么这么高啊？他为什么可以开这个店？对，我也想要这个。又现冰激凌，好可爱。这里的建筑我真的觉得好魔幻啊。哦，这里就是市场。哦，这个就牛肚包，哇，全是中国人在排队啊！巨香的牛肚包，热气腾腾。我们订了这一家，提早到。这哪受得了啊！哇，还有一个，哇，这么多！这牌怎么那么像我外婆家的？那这有多有少哎，真的是蛮随意的。耍疯。完了 ，BBQ 了。刚刚我说中间这边是最少的，结果他就拿了一个中间的给我。刚刚的那个大提琴开始拉了。啊，走掉了，追不上了。哦，好温馨啊，虽然小小的。啊，好漂亮啊，窗外。哇，明天太阳好，肯定更漂亮。这酒店超级大。巨大，他们说瑞士的草坪每家每户都会去保护的，就当自己家花园一样，所以他们草坪就特别漂亮。脸尊小床，哎呀不错哦，还有小点心吃，洗漱用品都是宝马的，在这儿吃晚饭是吧？哦，好有氛围感哦。现在去 SPA 了，哇、哦，那个仙境一样，哎呦，好开心啊，好漂亮啊！大汉堡包，哦，今天真的天有点太阴了，不然就很美丽了。阴天啥看起来都有点凄凉。这个叫什么？龙江观景点是吗？小鸭子，好多小鸭子。梦幻山坡。我们到了狮皮子城堡小镇呢，在这儿待两天，天天阴天啊，这就是有那种城堡的感觉哦。哇，这里如果是阳光天应该很漂亮。朋友受不了了，来吃中餐馆，点心老馄饨。我的牛肉面来了。我感觉这瑞士这几天拍出来最多的就是这个云。我们大部队集合啦！大云好好啊。哇，这里面可以啊。我们到酒店了，好美啊！这个酒店一路上马场、牛场，好漂亮啊！这是我们的酒店。
哦，房间，哇，好大，这里什么地方？卫生间，这里是洗澡的，然后还有个露天的阳台可以出去。宁静的夏天，天空中繁星点点。宁静的夏天，天空中繁星点点。我要跟牛合影。Hello， 我没吃的给你，你能听得懂我说话吗？我不敢摸你，流鼻涕了，你感冒了？为什么大家都不动，我像静止了一样？拜拜。眼神有跟着我哎。嗨，在吃草好呆啊！用眼睛看过去，真的好梦幻呢、啊。安心的睡了，在我心里面，宁静的夏天。